是来自南投埔里的阿寇谢和贤。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南投在地的一些私房菜。那日月潭是我小时候的秘密基地。小时候我们国中的时候，一群朋友书念不好，那书念不好就不想上课了，那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吉他跟一两把，然后就拖起家里的机车，其实不对，但是呢，就还是这样，一群人浩浩荡荡跑到日月潭，找到一个湖边，就自己买了便利商店的零食，然后有人带着钓竿，然后我们就弹着吉他，就这边度过了一个下午。那小时候我会常上去湖里的最高点，然后晚上在那看看夜景，那白天就有人在那边飞滑翔翼，然后很多湖里的情侣也都会带女朋友去那边干什么，我就不知道了，我没有看到。那我也曾经带女朋友上去那边过，那边真的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。台湾搜基斗，你要搜去哪里？要搜就搜去南投埔里，我阿寇谢和弦可以带你去，因为我的家乡就在南投埔里。